Hello， 大家好，越南健江省的士市，这是我每天的工作，每天要直播8个小时，非常的累。我们一家6口人，又请了一个美女舞蹈老师，非常的专业。今天是她上班的第一天，明天他还要帮我找美女和我一起直播，我们的团队在逐渐壮大，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整个城市都在居家隔离，几乎很少外出。今天早晨去市场买菜，也都买不到了，没有了。每天眼睛盯着公屏8个小时，不停地喊感谢大哥，非常的累，眼睛也疼，嗓子也疼。后面我丈母娘也很辛苦，每天除了干家务还要帮我们直播，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跳舞。我老丈人也是才艺不错，会跳舞还会打拳。他的爸爸是福建人，教了他一套拳法，不是花拳绣腿，非常的有力度，有爆发力。小姨子晶晶学习中文歌10几天了，学了10几首，唱得非常的好，全家人都在努力，就看到了希望。我们要努力赚钱，买地，盖房子。再过5个月，我们的宝宝就出生了，一切都是充满了希望。记录海外生活，讲述真实越南。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，来越南帮你也找一个越南女朋友，我可以去你家里蹭饭，你也可以来我家里蹭饭。